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其實咧，我琴日講開奧運咧，就講咩2008年嘅時候咧，我坐喺茶餐廳已經為外隊打氣啦。咁、我覺得咧都係有啲偏激嘅我，但我都講錯咗。其實喺1984年啊，你而家要鬥王啊嘛，兄！1984年啊，我哋偉大祖國啊，第一次入翻去即係現代奧運會去參加翻。當咧呢個中國女排咧，哇！擊出最後一擊扣殺落去，哇！全個點路～啊！鬼殺咁嘈，係啊！咁我都幾嚇人憎，我又屌你老母閪！其實嗰陣時我都冇特別嘅，對呢個國家冇咩特別反感。不過我由細到大咧，而家我個人真係年紀大咗，係包拗頸。總言之，人哋話 A 我就要 B 嘅，係咪有啲咁嘅人嘅呢個世界上？梗係有啦，不嬲都一定有呢啲人。但係我大大下咧，我就唔知點解我真係冇咁包拗頸。你諗下以前因為人哋夾送俾我。因為夾送俾我，我講過啦，你見過啦。係啊，我屌你，我真係打巴佢噶，屌你老母成張台懟撚冧，喂真係好失禮。我而家諗起，喂人哋食成十幾人一齊開開心心食飯，因為人哋夾送俾我，揦撚著我，我屌你老母唔會理場合，係咁撚偉大嘅場合，屌你成班同事，屌你幾十圍，成張台反台，屌你老母打人喊打，就因為人哋夾送俾我，即係嗰種偏激嗰種憤怒咧。咁而家諗翻轉頭咧。嗰、那個都唔關荷爾蒙事啊，其實真係有啲躁狂症。喂，咁啊而家就冇嘅，我而家唔理人㗎啦，屌你老尾！因為點解咧？大家講法唔同，你係永遠說服，真係說服唔到，即係佢有，因為你冇辦法㗎。即係我琴日講嗰啲例子，大家亦都即係我諗要大家成熟啲，其實吞後一步睇咧。真係人人頭頂有偏天嘅，就算你最撚憎，甚至乎真係有做過壞事嘅人，做過壞事嘅人喎，喂，其實佢都有佢有立場㗎，佢都有佢嘅立場㗎，咁我哋使唔使睇落去？唔需要，係咯，OK， 但係嗰啲有權力嘅人，如果對住冇權力嘅人咧，我真係笑下就算㗎啦，你可以點啫？淨係乜嘢啦？咁講啊，淨係中意。Anson Low 同中意姜糖，即係姜圖都可以變成大是大非嘅。係啊，變成大是大非㗎啦。咁你有乜好講嘅仲啊？即係當年啊，邊個？譚詠麟、張國榮。譚詠麟唔仲可以中意張國榮？係啊，中意張國榮唔可以中意譚詠麟。你唔可以贊譚詠麟咯。係啊，你唔贊得咯。佢唔得咯。係咯。啊，甚至人哋有個唔係中意，即係冇關事，佢覺得譚詠麟唱歌好聽，冇 taste 咯。係咯。啊，即係屌，不過冇所謂啦，而家係咁㗎啦。好啦，菲比斯又出嚟，菲比斯係邊個咧？水神金牌嘅，哦，唔係好多啫，啊，咁佢係啊有20多面獎牌啦，啊，咁啊，啊，佢喺而家呢個時候先再出嚟啊，就係喺呢個奧運所有游泳項目完嘅時候咧，佢再出嚟其實再次表態，都係話 ，OK， 喂，嗱，佢冇指明係邊個，淨係話喂有作弊嘅就應該終身停賽。咁佢咧主要咧當然啦，嗱你淨係睇下中國選手，今年有18女13男選手入邊咧，當中11個係涉及咧東京奧運前啊就被驗出有對藥物有陽性反應啦，跟住好啦之後咧世界反禁藥組織認確認呢件事，但冇做任何懲罰啊，然後到咧。相繼好多唔同國家啊，或即係啲咁嘅組織嘅運動員出聲嘅呢個 WADA 即係呢個反世界反禁藥組織啊，就竟然接受咗話佢中國嗰個解釋，就話喺澳洲食咗啲澳洲牛肉入邊有呢一個禁藥嘅成分。咁呢個當然係唔可能嘅事情啦。咁都得，咁都有得賴。咁嗱，佢就嗱冇話咩嘅，而家阿菲比斯就話咧，佢自己因為當年咁撚勁，佢贏咗23金3銀2銅，23金3銀2銅啊！你話係咪好撚癲啊？係咯。啊，點解叫水神啊？因為以前咧有個水怪史不知啊，水怪史不知都係贏7個一屆贏7個金牌啫。係咯係咯。屌你乜嘢？佢雖然佢係5戰奧運喎，23金3銀2銅喎，啊，即係老實講，你贏一個。銅牌都夠，哇！屌你老母閪，都已經春袋都開心到，佢屌你都直情，佢直情都唔撚係嘢。唔係咯，銅牌佢唔要啲問題。
他說他整個生涯呢都被稱為作弊者，所以他每個禮拜都主動要求額外的血液和尿液測試。為什麼呢？就是為了能夠向其他人說明我沒有作弊，是清白的。OK， 他說我以清白之身做到乾淨地贏23面 金牌，這個是做得到的。他說、他在役的時候，真的不是說現在，他都懷疑那些對手，但是那些又不是他控制範圍之內，所以他認為假如你對禁藥呈陽性反應，就應該永遠不可以回來比賽。他說如果有泳手努力四年去準備奧運，然後成果被作弊者偷去，他就會覺得這樣很不對，他說這個想法我會堅持到底。所以他又大膽建議，如果不想守規則的泳手可以去參加這個作弊者奧運會。他又不會，他其實又不是叫作弊者奧運會，他英文呢是真的有，真的有人這樣說。澳洲有個商人叫 Aaron D. Sonson， 他說要搞一個可以讓食藥運動員改善表演的參賽的運動會，叫 Enhance Games， 即是加強加大，就沒有說是禁的。嗱，喂，不是，我覺得 OK 喎，我喜歡看喎，擺明好撚刺激，又九喂一百米又九秒二幾啊！喂，我好撚想睇喎、八秒啊，咁樣拍埋藥唔得，我覺得喂拍埋藥，喂屌你老味嗰啲游水啊！總之大家屌你老味免撚過咯，做乜撚嘢？喂我贊成啊嚇、好啦，咁另外呢一個咧嗱，其實琴我哋講呢啲係多餘嘅。如果琴晚我唔知啦，話啲黃人又話啦，我其實就冇睇，我連睇都冇睇嘅。咁梗係全民就全線紅啦，贏曬啦，由頭帶到，唔係輸咗一下俾。喂，有冇你有睇？有。OK， 屌你老母，你咪唔夠黃咯！我不嬲都冇話我自己黃。屌你老母，點解要睇啊？你咁你有冇想去贏先？嚇！我冇，我仲要睇嘅啫喎。屌你老母，係捧全線紅嘅就冚家鏟，屌你老母就對唔住手足。屌你！喂，你知唔知啊？移民去英國，又話食人血饅頭，你對唔住，你知唔知啊？屌你老母，你幾多個手足換翻嚟啊？你哋移民去英國，唔移民去英國，咁留喺香港，咁啊自然要有啲留喺香港嘅生活方式噶啦。屌你老母，你對唔住啲手足啊！又翻大陸，屌你老母，點講都唔啱。唉，我真係屌你老母閪，咁撚痛苦做人，屌你老母閪，我真係打下飛機好撚過。屌你老母閪，嚇好啦。全蟬紅咧，我話冇乜特別印象，咁但係因為我連佢跳點樣跳水都冇睇過，從睇報道啦。咁但係我見到咧，如果啲報道冇作假咧，佢家人都幾有骨氣喎。嗱，咁我琴日睇報道咧，就話全蟬紅咧跳完水之後咧，竟然喺人群之中見到阿哥喎，哇！即刻喊到佢咧，點解咧？佢阿哥咧，佢話佢成家人都未吹過國嘅，除咗佢之外，因為有機會參加比賽，佢話估唔到阿哥咧會出嚟嚟支持佢咁而佢咧即係其實紅到不得了啦。三年前咧話一鳴天下響嘅時候咧，話啲禮啊收到阿媽都唔認得，亦都揾好多錢啦。咁好多，但係屋企人咧嗱，根據報道仍然冇弄，咁同埋屋企人咧一毫子都冇同佢攞過喎。上屆嘅奧運已經係咁講，反而係佢想話即係俾錢幫屋企咧。佢阿媽成日叫佢話：喂，屌你諗，你收埋啲袋埋啲錢袋埋，即係你要好好嘅退役運動員生命短。嗱，我唔知啲係真定假。咁但係你純粹係用一個跳水嗰個表現咧，咁中國跳水選手從來都係好撚神奇㗎啦，係嘛？咁當然包曬喎，年年都包喎。唔係咁當然啦，即係亦都係我之前講過咧，個德國跳水嗰個泳手話。咁呢一啲咁樣嘅生活，你願唔願意先？嗱，我就好簡單嘅，即係如果你話有小朋友，佢自己係憑藉住個人意志，嗱，我唔覺得佢有個人意志嚇。好細個就覺得，喂，我要犧牲，我唔翻學都唔緊要，我唔識字都唔緊要，我就係要喺十幾歲、二十歲之前攞個奧運冠軍。佢係自我意志嘅，喂，咁我又唔係好介意喎。但你如果唔係，係因為太窮。被所謂的國家揀咗叔，跟住就喺個訓練營入邊死練爛練，擺好多錢。OK， 咁當然啦，中間淘汰好多啦，父母又見唔到。咁樣嗰種方式咧，係咪真係睇？係咪等即係我哋所謂嘅 Olympic Games 個 Games 嗰個意義咧？咁我就懷疑嘅。已經唔係啦。係啦，但係咧即係
其實就好突出啦。嗱，今年咧佢啊十七歲啫喎，而家都係。係啊。喂，咁啊，即係似乎咧，即係有機會再玩多玩多一屆啦。係啦，嚇玩多屆嚇，就睇下佢能唔能夠破到佢個教練啦。嗰咩陳若琳啊？陳若琳咧就五面嘅跳水金牌。係啊係。咁啊！我睇報道話佢係被譽為呢個最美教練，咁果然係幾撚正嘅 ，Itabo 啊，絕對 Itabo 啊！咁啊，亦都令我諗起咧，冇加入豪門啊，冇加入豪門啊，即係嗰個阿邊個吳敏霞，應該係阿郭晶晶啊，郭晶晶嫁咗入豪門嘅拍檔嚟嘅，係吳敏霞咪啊！我反而覺得吳敏霞正啊，我覺得吳敏霞正啊，嗰陣時冇化妝到，咁啊。吳敏霞咧接受訪問咧，而家佢都係做即係好似做啊網紅咁樣，又上電視。佢都話咧唔需要複製，佢就生咗仔生咗女啊嘛，唔需要複製吳敏霞，我佢哋自己發展得啦。嗱，又一個喺嗰個制度出嚟達到奧運金牌名成利就嘅運動員，竟然又再一次話唔需要複製。咁可以見得佢哋細個嗰種訓練係幾撚好慘啊！我哋啲訓練，尋日聽阿蔣志剛講，我哋啲訓練真係非人道訓練嚟噶。咁你話你所以你話你點同佢練咧？唔係咯。啊，好啦，咁啊，但係呢一個唔同啦。今日介紹呢一個咧，就叫亞歷山大亞潘娜。我諗叫潘娜好啲啦，啊，女性化啲啦，就係巴西嘅女乒乓球手。OK， 咁啊。點解咧？因為得一隻手啫，獨臂乒乓波啊！咁啊，曾經喺2016年參加過啊里約熱內盧嘅殘奧女單同埋團體賽，都係攞銅牌。2021年咧，OK， 東京嘅殘奧咧女單咧就攞銀牌進一格。OK， 好啦，但係今次咧佢哋嚟到呢個咧，問題就係唔係殘奧喎，係即係奧運會喎。OK。嗱，佢三個月大嘅時候，因為接種疫苗之後咧，血栓，所以就割咗隻右手去。咁但係佢咧天性樂觀，冇自暴自棄。七歲開始接觸乒乓波，用左手同阿哥開始學打乒乓波。啊，咁老實講，一日佢鍛鍊得好辛苦啊！未入國家隊嘅時候咧，已經係一日打18個鐘啊！咁啊，好快就贏咗好多冠軍啦，然後就入選咗個巴西殘障運動代表。好啦。但係佢最大嘅夢想咧，佢講啊，阿潘娜就話佢唔係要參加殘奧，而係參加奧運會 ，OK？ 所以咧，佢咧就喺身體協調上面落功夫，咁啊透過滑板同埋足球去提升平衡度同埋身體嘅強度。咁巴西人就係咁樣啦，嚇！佢話咧，要想證明俾大家睇，就算人哋兩個手先做得到嘅嘢咧，佢單手都做得到，因為個平衡都難啲嘅，啊！咁啊，今年6月咧，巴西乒乓波協會公布巴黎奧運精戰名單入邊咧，巴西國內就排名第3，世界排名第81嘅潘娜咧，就代表森巴兵團出戰呢個女子團體賽。OK， 嗱，佢個世界國內排名第三同埋世界排名81咧，其實都係即係正常人個排名嚟噶，唔係殘疾人士啊。佢話咧，佢細個嘅時候咧，爸爸媽媽因為佢要切咗隻手而哭泣。佢話：但係咧，佢覺得終於一日會讓佢哋感到非常驕傲嘅。咁我覺得咧，佢哋而家都一定好驕傲啦，已經唔使終於一日啦。係咯。好啦，咁佢咧喺8月6日，即係琴日啦，打16強賽事，面對世界頂級嘅南韓女團啦。OK， 咁啊，同佢嘅隊友啊高橋朱莉亞火拼呢個南韓嘅申玉彬同埋田智希啊。咁啊，結果準比數咧，雖然佢打得唔錯，都係1-3輸咗。喂，攞翻局喎，都攞到一局。都攞到一局。係啊。咁啊，對日本娜嚟講，佢話咧，其實亮相咧到奧運咧，佢已經覺得好開心啦。佢呢個當然唔係佢哋想要嘅結果啦，但係由始至終冇放棄到嚇。對球隊嘅奮戰去到最後咧，亦都覺得十分自豪，輸咗1-3。咁啊，當然啦。阿潘呢一啲咁樣嘅鬥志咧，我話奧運動會最好睇就係呢啲咁嘅情況啦。咁啊，當然係感染埋全場觀眾同埋對手啦，包括對手。咁啊，賽後紛紛為佢送上熱烈嘅掌聲。OK， 咁潘娜咧嘅奧運之旅，因為佢係代表女團噶嘛，咁啊結束啦。咁但係咧月底殘奧咧，佢又會奮力衝擊金牌。嗱，我相信今次真係矚目啦，因為
參加過正常的奧運會啦，咁啊前屆殘奧啊銅牌，上屆殘奧啊銀牌，咁梗係希望去睇下有冇機會衝金啦。下屆殘奧咪衝金啊！即係嚟緊嘅殘奧啊，OK。咁啊佢就成為咧 ，OK 第三個咧，又係玩過殘奧，亦都玩過啊奧運會嘅歷史上咪第三個啦。之前嘅咧就有南非嘅刀鋒跑手啦，啊皮斯托瑞斯啦，同埋波蘭嘅。又係打乒乓波嘅嘅帕爾提卡，咁佢哋兩個都係出席個殘奧同埋呢一個奧運會嘅，咁我哋睇下呢一個班拿亞歷山大嘅英姿先。嗱，你其實真係難嘅。哇！單手打乒乓波。係啊，因為你個平衡難啊。咪係咯。你撲都撲唔到人哋啲波啦。啊，咁啊，希望佢有好撲到，如果唔係點打到十六強？我知道人哋啄死你冇手嗰邊打你都幾難打嘅。好。咁你隻手你都係咩啫？拉佢拉佢啫，就唔係你唔會話兩隻手換板噶嘛，唔關係啊，係個平衡度同埋嗰個即係嗰個柔軟度嗰啲，柔軟度唔關事，平衡難啲咯。唉，所以左膠做嘢唔講啦。潘展樂，大家知係邊個啦？中國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啊，呢個僆仔就話：哇，奧運村啲嘢食木頭咁撚樣。喂，咁啊，蛙王咧？即英國的蛙王今年屌真係冇咗個金牌啦嚇，$100一蛙泳只銀牌啫，啊，佢都話咧，唉，今年飲食真係唔諗掂，佢話完全係運動員嘅預期之外，佢話東京奧運同埋里約熱內盧奧運咧都好啦，好食啲嘢，但係今屆就令人失望，唔夠蛋白質，唔夠蛋白質啦，要排長龍，等食物起碼要等30分鐘，咁耐？係啊，佢話選手穿個飯堂好似懲罰運動員咁，我想吃肉冇肉。我喜歡吃魚，但竟然有人在魚裏面發現有蟲，不是吧，這麼恐怖，他說奧運會應該是全球最好的，但巴黎奧運會飯堂肯定不是全球最好，我說這些完全不想碰，老實說，屌你老闆，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可以做成這樣，但黃翠瑜昨天說很好吃，屌你黃翠瑜嘛，他有沒有吃選手奧運村，他有沒有吃選手村，他說他奧運村奧運選手飯堂吃的，但不是一個喎，嗱，而家唔單止個蛙王喎，唔止我講喎，喂，連你哋中國嗰個潘展樂都係咁講喎，恐怖！佢話啲食啲肉屌你咩石頭咁撚樣，石頭。嗯，好啦，咁另外咧，今日咧阿正聲出嚟噶，話咧呢一個咧21歲嘅女子劍擊手蘇克斯啊，參加巴黎奧運，因為驚人美貌引起網友熱議，話佢靚撚到好似 AI 生成嘅影像。咁係咪咁靚咧？喂，我又唔覺喎，我睇下先。係靚女嘅，但係咪靚到 AI 生成影像咧？我覺得今屆奧運會有好多條女靚佢啦，係嘛？好咗佢。嗯。靚嘅。靚嘅，但係又未至於話即係最靚咯。啊，睇埋下面先。OK 咯 ，OK 咯嘛，咁樣咯。好，翻返嚟。喂，趁住講開，我已經日日喺度記住，都唔記得。嗱，呢個禮拜日咧，我哋仍然會照常營業嘅。呢個禮拜日營業會照常營業，點解咧？因為我第三班嘅 AI 初級班咧就會喺度上堂，咁我要翻嚟開門俾你班友嘅。OK， 咁啊，我哋今個禮拜嘅 AI 初級班咧，仲有兩個位，只要你有本 notebook，OK， 你冇電腦冇辦法啦。notebook 加個人咯。啊，同埋你有個人咧，咁其實就可以有合資格報名噶啦。咁啊，大約係由呢一個10點鐘開始上堂，我哋中間有個 break 俾你食飯嘅。咁啊，大約5點零6點鐘就收工啦。我諗六七個鐘咁樣啦。OK， 咁啊，我覺得係好重要嘅。如果你係玩開嘅 ，OK 冇問題。咁啊，如果你話完全係冇 idea 咧，我覺得你一定唔可以慳呢1380蚊。嗱，第一我好平啊。咁啊，第二咧，我哋嗰個課程咧，亦都有個 group 俾你哋嘅，有個 WhatsApp group 係45日嘅。咁我每一日咧，我就喺嗰度係 CD room， 我唔理佢哋嘅。但係你每一日喺度 gentle 啊，出嘢啊，咁其實咧，我係非常建議大家真係一定要去，即係未來咧係咪 AI 世界，我真係唔知。但係 AI 一定會發生一個發揮一個好大作用，你不能夠唔識嘅。啊，咁啊，今個禮拜日啊，咁啊，初階班就有兩個位，嗱 WhatsApp 84811079，休息一陣。